欢迎观众朋友，阁继续等新闻的现场。来自民雄乡的消息，为了感谢林长当年义务的贡献，民雄乡公所上午特别颁奖522位林长，每人一台变速脚踏车，以提供林长方便一边公务。同时，民雄乡也是嘉义县唯一颁奖脚踏车和林长的乡镇，有林长就欢喜的表示，以后发传单也只是买菜，拢方便真济。手上业者在台前详细解说变速脚踏车的好处和创新改变的所在。民雄乡长陈福成也认真在听。这个是民雄乡公所上午在停车场所举办的林长脚踏车颁奖活动现场。乡长陈福成表示，林长并无薪水，虽然是地方热心民众担任，也帮忙公所进行真侪政策的宣传，所以颁奖脚踏车是希望让林长更方便进行服务。522的林长哦，有就替咱公所。宣导这个政令吼，包括分一寡通知单吼，真辛苦，所以咱特别吼，变个医生吼，来每一个人的领导，咱拢甲送伊一台这个自行车、脚踏车呢吼。分一寡，即讲我领导爱做的工课啦，一寡物件分的话，较方便啦。哎，即个有哪？哎呀。根据了解，民雄乡公所颁奖的脚踏车，市面上一台贩售价是3500元，这是民雄乡公所特别编列计算进行个别，总共522位的林长受惠。而颁奖林长的脚踏车是4年举办一届。新闻客户洪民雄乡采访报道。